OK， 早晨啊，咁多位，又系我啊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就有个拍摄喺后边，咁所以咧就谂住拍波嘅。不过其实呢个拍摄咧，我哋系前日已经系拍咗一日噶啦，喺出边。咁不过就全部都啲散疏，所以比较简单，我就冇拍波啦。由于今日咧，佢就系有一个特别嘅情节啦，系啦，所以我就觉得系好值得要记录低嘅。咁呢个特别情节，我哋简称就系叫做暴刑，系啦。 依家係朝早嘅，好似係11點幾啦。咁我應該拍到今晚嘅11點，同埋辛苦處理，因為今日星期日嚟嘅，但係佢就都係要翻工。大概咁樣咯，就喺呢度。竟然唔係依家啲手機大喎，咁我收咗我呢排。收咗啊！做運動啊又，一睇就係知舒服嘅手指。 我冇定啊，我再做道具啦，我就得翻呢个壳啦，我咁就攞嚟玩珠添，话先，不过似乎电话我哋掉俾珠添，一下就珠添嘅，咁我好似再下多次出嚟，咁佢见个窗帘，佢啱啱木到晒时候嗰只，咁啊，我见到啦，我见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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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模糊糊。这怎么了？大举开。脏雷了。这么？So fine。这么？So fine。成总，救命啊！我过两日约咗女仔上嚟我屋企睇 Netflix 啊，我知你沟女无数，所以想向你请教下，应该点做好啲？咁你记得要用啊？用咩啊？就系用 ShakShakVPN。ShakShakVPN。大家都知 Netflix 片单喺每个国家都唔同，好多知名嘅美剧、影集、电影都会受到地区嘅限制。只要用咗 ShakShakVPN 之后咧，就可以完成 Netflix 嘅跨区啊！好多地区嘅影片都可以睇到，而播放影片已相当流畅，连线品质冇因为使用 VPN 而下降，真系非常方便啊！哇，劲啊！沙沙除了价钱便宜之外，不限装置数目都是最大的一个优点，可以分享给全家人一起使用，等大家都可以跨区看其他国家的 Netflix 节目。沙沙曾内建了一个 Keyword 的功能，可以阻挡到浏览器的广告，封锁恶意的网站，还可以24小时线上客服，还可以随时处理问题。好耶！所以一输入我独有的泡沫曲，就即刻可有这个17%-83% off，还有免费享受三个月的额外折扣添啊！掂啊！掂啊！沙沙 VPN 耶！耶！有咩分別啊？不過冇你密碼。你教緊咩啊？喂，又教背景。我唔好企啊。又教佢做背景，佢教咗好多次啊。咁你瞓咧？哦。有冇零食啊？你未食早餐？唔係，你遲到啊？好彩未食早餐咋？你遲到仲食埋早餐，我大鑊嘅，知唔知啊？吃了都要扮不好吃的，知道吗？不好都要扮到，记住这些定律来的，迟到的定律。今天准备了一场戏孝敬家聪。是不是你编剧啊？哦，不是，不关我事。你编剧？我是导演来的，我不编剧。谁是编剧？不知道。我收到劇本就係咁喎，收到劇本啊，但都唔係我啊，啊咁樣嘅，佢就話俾個名我，阿成，阿成咧就話乜嘢？佢話不如我哋拍個關於 KO 嘅，即係做 YouTuber 嘅故事，
佢就話：好，咁啊 OK 啊，即係阿成同你啦。唔係，我就話做咁，不如拍翻啲 YouTube 版嘅新春市咁啊。即係你啦。我唔記得咗邊個編劇啦，我唔記得咗啦。嗰陣時我都好幾個咁樣。佢話：誒，不如多啲嗰條玩埋啦，幾得意咁樣，由加聰主演咁樣，有嗰、那個有嗰個感覺喺度。關我事啊！阿成啊，阿成啊，最後都要出埋咗身。安靜，你有得穿啊就。純粹你個動作啊，係要動作咁樣咯。係喺度電緊啊，家聰電緊啊，跟住佢就話：誒，我想問人壽。陣間天台嗰邊咧可以做埋。聽埋啊！做埋家聰。你好，你好跟住佢攞張相嚟解鎖。天啊！收工啦咁嘅。又係咁啦，又係咁樣自己一個喺度嘛。每次都係咁樣，拍拖姐又係咁，拍 Tina 又係咁。我春少一刻太快過，小小的身軀卻沒有那麼長。小小的雙手綁起雙手，不要放開。有滴立在上鐵鏈菊花，都想要開。阿 Michael 叫我捉住你，你啱捉呢度咯，佢話。係啊，佢你捉住你手啦，跟住就捉住呢度。佢唔係啊，呢度呢度。你啱捉個，你啱捉邊度啊？係落翻啲，落翻啲嘢，呢度啱嘅。你啱捉嗰個位就唔啱。唔係姐姐俾錯誤嘅信息俾你。係啦係啦，唔關你事。啱啱本能反應嚟嘅，大個仔。哇！我係哈門 ，Charlie。啊我要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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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驚接，但係我開唔到。你有冇拍拖而家？有女朋友？冇啊。背證嘅呢個讀背證，佢拍拖。大鑊，大鑊。你先大鑊。係啦，喂，糟糕！成段講過嘅對白啊，都係第六章讀嘅。呢個安排我都好。支持你㗎。唔係，我支持你㗎。但係我都支持你啊，條佬。寫呢個劇本個編劇咧，虐待兒童。然之後又同媽咪認識咗，就簽章。都可以，都可以無限次三句啱曬你，啱曬你啦，爸爸，最啱你啦，爸爸，最啱你啦，爸爸，你荷包越熱，荷包越熱青，只可以叫佢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我支持你噶，你都加油，我支持你啊，我支持你。呢一場咧，我啲對白超級複雜，好難，我嘗試讀好嘅。我就整黑 sell 嘅，你咪 show 咗咯，就講出嚟嘅。你都講唔少啊，咁就我講埋落去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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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林水冇乜嘢嘅，我哋始終最後一場啦，咁我覺得 OK 嘅。佢哋好貼心啊，叫我帶件衫啊，帶條褲嚟替換咁樣，我都帶咗嚟。咁但係佢哋冇提我要帶底褲啊，咁所以我都冇帶底褲。兩個，小爸爸，小爸爸，咁有兩個方案咯，一口就係著住條濕嘅啦。第二個方法就係唔著，唔著，冇嘢，夜媽媽都 OK 嘅，放蕩啲都可以嘅，因為拍完咁都11:00，11:00唔著底褲都合理。
做咩影呢啲位？做咩先？唉，真係害人中害己啊！呢單嘢，唉，今日拍咩啊？拍多姐淋水嘅重現翻個劇情啊！咦，我咪要入去啦？有咩方法去保護條底褲唔濕咧？就係你個頭伸出啲。哎，啱喎。唔著，你個人企喺，我又驚唔著太突出，濕咗之後。你個人靈魂區。好啊，雖然入面應該有個。咩啊？係話要加變得上你家係嘛 ？OK 得，糟糕話原來唱 OK。唔係，但係我真係覺得好正。OK， 我真係覺得，尤其是卡通做咧，會特別有嗰種感覺。咩音樂啊？再一次。準備咗。Come on。我嚟。唔係，佢後面多啲嘅，因為佢底下係會冇水嘅，多啲都係底下唔夠水，都再多啲咁樣。係，但我呢個縮唔夠，冇多秒嗰度咧。哦 ，OK， 咁我得，我直接頭三秒就去盡 ，OK。腳入去，亂攞鞋啊！佢頭變咗，變咗個咩啊？嗰個咩啊？學兩金，唔係火影入面嗰個叫咩啊？嗰個冇體術嗰個。哦，小李，小李。啊，小李啊 ！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輕鬆 ，just take 個 ，just take 拍 ，just take 拍。哦，成功。估唔到啊！今日咧係比我想象中係順利好多嘅。本身今日我哋就排會拍到十一點，咁通常拍到十一點咧，一般都會 delay 兩個鐘啊，係最基本啦。我覺得，但今日我哋準時完成，同埋啲叫橫河啊淋水呢、這個，即係之前又冇試過啦，通常都係寫俾人哋淋啦。我覺得好似好慘，但係今日試完咧，我覺得其實係幾好玩嘅嘢嚟嘅。咁所以嚟緊可能我都會挑戰多啲要淋水嘅劇本啦，咁可能都要邀請阿糟糕過嚟係啊試一試咁樣係啊。咁不過飲凍水有啲熱嘅，係啊，可能我下次會。諗一啲可能淋滾水嘅劇本比較糟糕，有新嘗試。好啦，跟住點樣到呢度啊？多謝大家，再見，拜拜。